三平大的摊位挂着一串串粽子，绿油油一片，看不出是什么口味。不过熟门路的客人都指明要吃这里的湖州粽。这个有吃啊，好吃的，还不错。这家的还不错，来几种粽？我买湖州粽子，跟喜欢买上海的包的那个肉的粽子。这个米这样包起来要平均，不能有的地方米太厚，有的地方米太薄，然后包起来粽子要很扎实，这样不能滴滴答答，你让它煮了一下，这绳子都会掉，然后味道也不对。每一个细节都坚持，不是江浙人却做出有口皆碑的湖州粽。朱老板说，这不是天分，学包粽子可是呕心沥血的过程。有客人跟我讲说，哎，老板，这个这么难吃的粽子你也敢拿出来卖？绑粽子刚开始是不会包，然后味道做的也不好吃。然后曾经有那个刚开始接店的时候啊，端午节，像端午节哇，都很期待生意可能会很好啊，绑很多粽子啊，对对啊，结果啊都没有客人来买。过完端午节，再到那个当初永和堤防外很多那个养猪户啊，都我们的粽子都请那个猪吃啊。77年5月份退伍嘛，然后那时候大概还是年轻小伙子嘛，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啊。然后我姐姐就在市场里面啊，然后就邀我说，哎，要不要来市场？77年的时候，那么市场这栋大楼刚盖好，大概生意里面的生意也不是很好，还没有这么知名度，还没有那么高。一待就是20几年，从小员工做到把摊位顶下来，生意还不输给市场里的老前辈。不是假日可以大概卖个1-2000个，端午节的前一天生意最好，最高纪录卖过一天卖过5万颗。这样要泡多久？这个米用水要先泡3个小时，所以要很早就来泡米了。以前是卖不完，现在是来不及包，今天已经用了3盆米了。二楼的厨房还等着煮下一批粽子，水煮4个小时是老板的坚持，滚水把梅花肉逼出油来，做出入口即化不费嚼劲的口感，吃起来还有淡淡的叶子香。像战场，老板娘在摊子也不得闲，网路传真来的订单把小小的办公桌给塞爆了。华航，他是华航的员工还是华航机场饭店啊？诺富特，华航桃园机场饭店，没听过。塞满了蛋黄、花生、香菇，还有油葱的南部粽，还有这颗比平常粽子大3倍的广东果蒸粽，都很受欢迎。不过，让老板最自豪的，还是让他博得满堂彩的鲜肉粽。像鲜肉粽在里面没有什么，就是一块肉，还有糯米，靠就是靠它的调味，跟你煮粽子的火候的控制。好不好吃就是这样子，调味最重要。材料很简单，但是做法很对。材料很简单，但是做法里面的那个妹妹嘎嘎很多。像是什么？像是你调味你要选肉，好、哦、肉选的不好，粽子吃起来那个肉叉叉叉的。5点多，他已没有了睡意，得早早买好今天包粽子的食材，包括梅花肉，还有包豆沙粽的猪油。我今日为旅游金哈，哎，啊，赶快安尼搞我切，好，啊，爸嘞，爸，梅花肉来，我给你切。厨师做久了，比肉摊老板更在行，一眼就知道好坏在哪里。像这种花花的是最漂亮、最好吃，那个粽子煮起来才肉才不会叉叉。用罐头豆沙，事情就简单多了。但他坚持天然滋味。煮熟的红豆先磨成泥浆，再脱水成豆泥。
手指搓搓，确认它干湿适中，才开始调味。33台斤的豆，40台斤的白糖，还有25台斤的猪油，这是成功比例。放它这样子搅拌。对，放大概10分钟。从现在开始算起来。对。用心，客人吃得到。豆沙粽前年来获得网友票选第一名。猪油、白糖听起来好像很油腻，但是传统美食就是要遵循古法，换个步骤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买两个这个，然后再买三个那个好了。好。我们是南部粽。南部粽吃起来到底吗？味道很好，里面材料很多。里面有什么材料？有花生，有肉，很多香菇，什么该有都有了。每天都会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做出客人念念不忘的味道，就是常靠的，就是多问多吃，连假日都要钻研手艺。在台北有很多有红豆粽的名气的店啊，我每个店我都会去试看看，哎，买他的来试看看啊，然后跟我们自己做的比较啊。买过哪几家？哎，像九如的、啊、最名气最大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鼎泰丰啊、高记啊，那个都吃过他们的粽子，吃了又吃了，还有蔡万新的、啊、我们都吃过、啊。我是那时候也跟着一起吃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把老婆的身材给吃胖了。自己包的粽子红到国外，让华侨慕名而来。卖粽子赚进了3栋房子，每年破1000万的收入，他圆了自己的台北梦。20几年前嘛，那时候我们都还10几岁而已啊。然后看了一些叔叔啊、姑姑他们，哎，每次回去都很风光啊。然后我们小时候也立志说，哎，我们长大也要去台北发展。父母亲都很支持我啊。把家里能拿去借的，哎，就是把田契、地契啊、房契啊，都拿去银行里面抵押、啊，然后让我们来台北发展这样子。我来发展以后，也没有让我的父母亲失望啊。从无到有，从实体做到网络，太太始终站在身旁，也是朱时成最大的支持。还觉得来这边很辛苦，还好，不会的，不会。每天一起工作就不会觉得辛苦。不急着扩张店面，只想顾好招牌。这几年竞争多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。他学做各省菜肴，像是江浙的葱烧鲫鱼、红烧蹄子，上海的烤麸、酸菜蚕豆，要抓住老顾客的口味。做生意，他们没有好高骛远的梦想，20年的口碑还要踏实地经营下去。